现在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在狭窄的巷弄中用1290来回转。我们请那个大叔卡普大叔来示范。我不是大叔，大叔就是厉害。哦，大叔找到了一条活路了。哦，大叔又挖窟了，大叔又挖窟了，大叔又挖窟了。哇、哦，大叔很行嘛，好厉害啊！大叔回转成功了呢。